歌后郑怡农温柔嗓音穿透在国家音乐厅，这回与 NSYO 国家青年交响乐团跨界合作排练《玉仔的心》，将在20号的总统府音乐会上献唱给奥运国手。郑怡农认为《玉仔的心》这首歌讲的是捧着玉做的心，努力磨它，让它变得越来越亮，其中寓意非常适合奥运，也非常适合台湾这块土地。乐团指挥杨志清则大赞 NSYO 国家青年交响乐团反应快又有潜力，这次的台语歌曲合作势必会激荡出不同火花，也期许透过音乐替奥运健儿加油，团结国人的心。台湾的运动选手呢，准备了4年，就是在这一刻准备在国际的舞台上面发光，为国家争取荣誉。那我非常的荣幸跟开心呢，在这个机会呢，可以用音乐为我们台湾的奥运好手们加油。那近几年是因为国手们的努力，所以我了解了羽球、还有桌球、还有柔道、举重等等的运动。希望选手们都可以知道，有很多人在帮他们加油。不管怎么样，都是你们都是最棒的。然后不管怎么样，你们的努力都会被看见。郑怡农也透露，排练过程相当紧张与震撼，但也勉励自己和国手好好表现，替台湾继续发光。有新闻，唐信、胡崇恩 TVBS 报道。